电影《泰囧》票房已破11大关，成为现象级的影片。这片子不仅让徐峥、王宝强、黄渤们大热，泰囧还捧红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。这小女孩就是在片中扮演徐峥与小桃红的女儿。从此，小美女徐小宝的一举一动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日前，知名博主长春国贸曝光了一组演员桃红与4岁女儿徐小宝出游的照片。照片中的徐小宝一头黑色卷发，配上一只粉红色发卡，显得很是俏。俏皮，而且身穿桃红色裙装，右手拿一把长伞，下阶梯时还拿伞当起拐杖来保持平衡，十分活泼可爱。妈妈小桃红打着伞跟在女儿后面，到了坡下，女儿更是牵起妈妈的手，一副小大人模样。看到小家伙如此聪明懂事，小桃红露出安心的笑容。到了休息处，母女俩共吃一个橘子，萌态十足。据了解，近日徐峥桃红夫妇带着4岁多的女儿徐小宝现身大理游玩，在桃溪谷，桃红带着女儿一起尽情地玩耍嬉戏，十分开心。而摄影师在旁边用相机为他们记录下了一个个美好的瞬间，母女情深，片中尽现。